哎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经典摩耶列车，这一期继续征西科专，高四个六，目前在郑州西站，这一期可以开到洛阳龙门。过了这一站之后应该就是高速线了，上个300应该不成问题，限速多少一会儿再看吧，我看有没有那个前方限速825。那应该是这个道岔的限速。OK， 那2:54发车。下一站这是念拱吗？拱一南，这是个什么写法？呀，对面过车了。OK， 制动环节。然后还是速度模式，那就先定一个80、76、79、80。OK。圆个底，50公里，7:08到。这一站算是晚点了一分吧，正点54发，行。左边是个啥玩意儿？严禁烟火。飞过去瞅一眼，挑了这个光线之后，太阳就会变得十分的阴间。好，限速315，那就照着300出头先开，306啊，正好，那就不动了。估计全程顶着300跑应该不能晚点，一会儿看看吧。他这个速度模式加速好像并没有用全功率啊，目前在这是 80% 左右，一直在颤抖，我不是很懂，功率不太稳。我记得这一个线路的说明里边有提到可以上350，不知道是哪一段。先开。下两站40公里。40多。54发，7:08到是14分钟哈。对，然后下两站11分钟，这两站有可能能上350，它时间明显要短，虽然说距离也要短了，能有不到10公里。也对，11分，一会儿再看吧，先上300，看看下一站能不能晚点。从左下角的预计来看，有可能会晚，一会儿再看吧。目前距离有点远，它不一定准。到了这个速度，基本就全功率在提速了。哦，有点上坡，好像目前还挺流畅的。郊外能上个60帧，前方一片畅通啊。预计时间在逐渐缩短，逐渐提前应该叫。好，打速，还有39公里，其实39公里挺快的，对，也就是10分钟。
先试一下吧，要是可以的话就照着305跑。我估计不能晚点。但愿啊，但愿。毕竟这两站还是挺近的。这个车游戏里边的横速做的其实也不太稳，刚才突然断掉的功率。哎，又来了，这边是个大下坡。嚯，看看还能拍一张，感觉好灵敏这视角。下一站到站再看吧。进个隧道，这上坡估计需要全功率了吧，1.5%算是15%的上坡。坡度可以说不算小，对于这种客砖来说。不过还行啊，速度还是可以稳住的。一提到坡度就又想到那个法国的 LGBT 中海线了，那个35%的大坡，那怎么说它动力也不够啊，上坡肯定还是要掉一点速度的。它这个目前还能稳住，可以。起点目前的预计时间是36秒，只要我进站比较顺利的话，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晚点。315并不一定要顶着跑。我看现实中限速300的，就跑300的客砖，基本也就405、406在跑。350的线路可能上，可能会稍微低一点，348左右吧。主要最近也没怎么坐过350的车。我记得之前在山东还是什么地方，不是山东吗？忘了，好像还不是，在哪儿坐了个能跑350的复兴号，它基本速度在330到340之间来回晃。并没有一个很稳的横速。下一限速还远，找个视角先拍一张。这没啥背景，一会儿进站看看。这边桥倒是挺高的，看来也不是那么平原的地形。这边算啥呀？我也不太懂，但这桥属实是挺高。15%的下坡也需要少给一点功率维持速度，毕竟速度还是快呀。下个隧道看起来挺长啊，从下边一处地上看，目前还看不到隧道的尽头。还有13公里，稍微注意着点，一会儿要准备结束了。
洛阳龙门是停四站台，一会儿看看那个站建筑怎么样。我估计巩义南应该应该就是一般的那种二面四线的小站吧。询问一个地方截图。哎呀，还有八公里，前方限速85。要减速了，光速直接减速。我靠，他这个速度怎么突然跳了一大格啊？真的吗？跟着他这个实时的限速走，这真的是急刹车。但目前是在个大下坡上。黄二栋，不过还有4公里，还远哦，3公里到下一限速。充连的，和我一样，但是不这个线上 AI 车只有400BF 啊，好像没见过别的。前方限速1公里，但是我目前速度只有110了。好，滑一段，一会儿还得再减速，进站台还要再慢一点。双黄灯侧线运行，看一下，是这样的。一会儿要注意一下对标，哎呀，就我对标好像也没有对准过，呵呵，我对标还是比较有菜的。还有他这个自动手柄也可以联动无人警惕，不然这太忙到了。他可以重置无人警惕的时间，功率是不是不行啊？还真不是，我没注意看，好像应该也可以。他应该就是有操作就可以。20，很好。他这个速度模式能直接归零吗？在279，我往下调可费劲呢。游戏里边这个操作往下调，调这个速度可很麻烦的。这我真的要用那个小窗对吗？我感觉车头要出去了呀。停这儿吧。嘿，光速开门，光速释放。我这主打一个快。还行。其实还是有点余地的，就我再往前停应该也够用。但车尾的话，对，我感觉这个停车位置还是有点靠前。估计。这也是能塞下十七叠车的那个站台呀，果然是巩义南，他这个游戏里边的字体比较，怎么形容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写法。
它中间那个点儿是一个横。那我这一站几点到的呀？7:09是吗？预计是8:34。我没看啊。好，晚点一分不算晚点。下一站洛阳龙门，洛阳，给了3分。空调，腿部加热啊，高级。然后倒插限速85，我怎么把这个速度模式调回来呀？好，这往下调速度可费劲了，你很难让那个手柄保持在 K4 的位置。往上调还行，往下调是真的吗？对，往上调还可以。我不可以，因为你但凡那个字母 D 时间摁的长一点儿，我为什么不直接拖呀？哎，执着于键盘操作，我为什么不直接拖呀？我还合计怎么能让这个手柄保持在 K4 的位置。今天脑子不太好使。好，车尾即将过道岔了。前方限速315。呀，这顿的。上不了350吗？还有42.8公里到洛阳龙门。这限速啥时候啊？已经变了，哎，愣住了。309。稍微快点，上一站还是有点晚。哪段能上350啊？还是就这个任务都上不去啊？我怎么记得这个 DLC 的那个就是介绍页面里边提到能上350的？不管了，先开吧，开个301号了。没事。这是特等座还是算是一等商务特等？哎呀，国铁这怎么分的？这车尾还是中间啊？毕竟重连的。是不是商务座的等级在特等之上啊？我记得之前看什么车有特等座卖来着。算了，记不住了，一次没买过，这不是我能考虑的东西。
正点是7:21到 OK 停三分。那上了300之后加速还是可以的，这边没有坡，就是硬靠电机还能有这加速度，够用了。意外的挺流畅，果然还是流畅了，我还是舒服。不然本来这个速度它那个景物什么的移动就会比较快，再加上它要卡的话，那真是加倍的幻灯片的感觉。40公里也挺快。一会儿要准备减速了。哎呀，忘了。直接听到这声音瞬间精神了。防瞌睡模式。怎么玩游戏的时候还行，还能分点神儿，叫现实中一直瞭望那个前方的线路状态的话，那我估计看一会儿眼子就要花了。就我现在看这两边接触网的杆儿，一个一个过去，看的我都有点头大。就是看个，就是几十秒钟都直眼了。要是不一直看着还行。这个预计时间怎么越来越远了？这回是真要晚点，可能这两站时间给的太近了，10分到21，上一站好歹是54到08是14分钟，多了10公里，多给了3分钟。差不多，但我还是感觉上一站的时间相对比这两站之间宽裕一点，能宽裕那么一点点，还能再往上顶速度吗？跑个313，不过下一站停站时间比较长，可以靠停车时间早补一点回来，但要现实中在客流大，人上不完就惨了。游戏里倒是没事，游戏里边就是虚空载客运空气，空气交换呢，那还不是问题。反正火车的停靠时间，但凡客流大那么一点都挺极限的。就目前的高铁，我基本每次坐高铁都要被催着上车，除了始发车，中途停2分钟的，但凡下车的人多一点就上不去了。
19了，还有8公里，也快要准备减速了。哎，左边有楼，不好看，看看能不能进站拍个照。好，哎呀，减速减懵。耶，我这实在是有点过于暴躁了。耶，他怎么又突然？300多公里，这一架急刹车，不要学我。黄二豆，他这个信号是没做绿的2345什么的，再往下看起来都有。还行，保持住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减速度。警惕倒计时都过了半分钟了，干嘛？前边1公里限速80，该减速减速，不要看这玩意儿，不要信他的。限速315，前方限速85，还有1公里。对，那就没有问题，该减速减速。该拍照拍照。哎呀，还有500米，完全够用。这回是要进一个规模稍微大一点的站，不过好像也没有特别大。洛阳城市规模我记得不小啊。耶，手柄直接推反了。好，限速85。站里停了另一列400BF， 看来是没别的车呀。这车站的结构。右边两条是正线，注意冲标，看看能不能拍一张。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看，找一个洛阳龙门的牌子，那叫什么便捷换乘。哎呀，现实中这么过个车，耳朵都要炸了。那看来速度没有很快啊，叫350过去的话，那噪音相当大的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大。只不过听那个声音很爽就是了。好像可以拍，有个大哥比较碍事儿。这什么呀？洛阳龙门站欢迎你。好别扭，走，对标去。我这手柄好灵敏。哎呀，我在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23啊。我这晚几分了？哎，冲标了，才晚2分了。不要过于分神，我这个操作过于迷惑了。拍照入魔。OK， 那这一期视频就先到这一站，下一期开往终点三门峡南。不知道后边能不能追回来，我感觉够呛。好，这样那么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